好多香港人上嚟深圳配眼鏡，話呢度款式多、服務好、價錢又平。不過咧，都仲有好多人對於北上配鏡有猶豫噶，唔知道鏡框鏡片質素點樣啦，驗眼師資格又點樣咧？有冇售後同埋保養服務？今日咧就等我嚟為大家拆解北上配鏡五大謎團。嚟深圳去哪度配眼鏡呢？如果想方便又多選擇，東門眼鏡城是一個好的選擇的。只要在羅湖口岸坐地鐵一號線去到老街站 E 出口，出來轉左就可以見到醒目的東門眼鏡城了。蓮塘口岸過關的話，都可以坐地鐵去到湖背，行到太陽百貨，東門眼鏡城就在太陽百貨的隔離。東門這頭都還有很多好吃、抵買、好玩的東西，配眼鏡前後都可以來逛逛的。整個東門眼鏡城咁多鋪頭，點揀好呢？梗係要揀有口碑噶啦！我嘅推介係博士眼鏡，佢係成個東門眼鏡城十幾年嘅老字號大鋪。上電梯去到四樓咧，一出第一間就到啦。而且二樓咧仲啱啱開咗新分店，堪稱係全場最靚。在深圳配眼鏡點解咁平咧？咁就要問下專業人士啦。老闆娘啊，點解深圳買眼鏡咁平嘅？我哋而家為咗慶祝十五週年嘅活動咧，係最低28蚊買到一副框架，框架加鏡片咧可以做到68蚊一套。個優惠咁平咧，質量 O 唔 OK 噶？我哋國產鏡框可以做到咁平咧，係因為我哋內地咧有自己嘅工廠，可以做到工廠直銷。而家幾大國產鏡片咧都好好噶啦，有啲人咧配多幾副襯衫啦，隨手放屋企用，都可以選擇國產鏡片，因為性價比比較高啲。你哋進口嗰啲眼鏡咧，同香港質素係咪一樣嘅咧？咁點解又平過香港咁多嘅？首先咧，我可以同你保證，呢啲全部都係正貨嚟嘅。例如開雅、伊士奴等等嗰啲國際品牌嘅鏡片咧，因為我哋深圳嘅鋪租、人工、出貨量大等等嘅優勢咧，所以可以做到平過香港好多。同埋我哋個框都係一樣啦 ，Ray-Ban、Armani 嘅好多牌子啦，都可以做到折扣好低，薄利多銷，為客人帶嚟真正嘅優惠啦。另外一樣大家擔心嘅嘢咧，就係深圳配眼鏡有冇專業嘅視光師？咁內地驗眼信唔信得過呢？絕對冇問題嘅，因為內地嘅所有嘅視光師咧，我哋都經過考試，有初級、中級、高級噶，然後咧都係經過嗰啲權威嘅機構同我哋頒發呢個證書噶。而且咧，我哋所有嘅鏡師咧，上面咧都有個二維碼噶，經過我哋嘅二維碼打數，可以完全睇得到我哋嘅所有嘅資料噶，所以絕對放心，冇任何嘅問題。二樓同四樓咧都有兩間嘅驗光室，然後咧所有嘅設備咧都係嚟自進口嘅 Nike 嘅牌子，都係嚟自同醫院入邊嘅設備係一模一樣噶。而且咧，我哋仲有一個儀器咧，係可以根據我哋客人嘅面型啊、鼻梁啊，同埋嗰個驗眼嘅個度數嚟幫佢做個調整，所以呢個方面咧係絕對放心嘅。嗱，香港咧就唔係人人都識講普通話嘅，咁有啲詞語咧，香港同內地又唔同講法嘅喎，咁有啲咩字我哋要識咗先嘅咧？其實咧，你同我講咗咁耐，你睇我廣東話都溝通，大家都冇問題，而且咧，我哋所有嘅店員、銷售又好啦，或者視光師好。幾乎個個都識聽廣東話，同埋咧幾乎都識講嘅。同埋咧，比如注意一下咧，可能有時候大家用嗰個詞語方面可能唔同一樣咯。有啲咩字我哋要學識咗先咧？比如有時候咧，我哋接觸過有啲香港客過嚟啦，幫佢驗眼咯。初初有時候咧，內地都有啲人唔明白，佢話驗眼咩意思咧？其實咧都係驗眼睛，驗眼咧係叫驗光嘅。高級咧就係高端，喺驗光過程當中仲有啲語言方面有啲區別。比如話香港好似話有啲山山地啊，我哋呢邊咧可能話化開啲啊咁感覺，用法方面多少有啲唔同，但係咧大家理解咧都會
都比較接近。另外咧，我哋都有國內嘅大牌子暴龍同埋莫森呢啲大牌子嘅框架，然後佢品質嘅方面咧都係值得保證嘅，都係值得香港客多多選擇，而且佢品質嘅方面同埋價格方面都好實惠，都好優惠。嗱，話曬咧都係長途跋涉北上嚟配眼鏡，咁我都好擔心有問題有冇保養喎。其實呢方面唔使任何擔心㗎，因為我哋有四十八平方米有加工房，所有嘅設備咧都係嚟自進口嚟嘅。比如咧，我哋普通嘅燈光片咧，我哋都可以二三十分鐘出片，然後咧就半個鐘咁樣就。有關我哋定製片咧，我哋係五到七天就可以翻片嘅啦。仲有咧就話其他嘅擔憂咧，就話有啲香港客。即係擔心我哋配咗眼鏡翻咗香港之後，唔知點樣戴得唔舒服啊，或者話有啲需唔需要調教之類啊。其實呢方面咧都唔使擔心，我哋嘅品質嗰方面咧係有三個月之內嘅嗰個品質保證㗎，同埋個度數更換咧係一個月之內可以更換，免費更換一次鏡片。品質嗰方面咧兩個月咧係個鏡片啊或者脫膜爆膜啊，我哋都係有一個免費更換嘅呢個售後嘅服務。如果比如有少少嘅嗰啲螺絲啊，或者鼻托需要調校啊，或者需要維修之類，我哋都係免費，而且係終身免費。而且我哋嘅宗旨係以我哋最值嘅價錢，讓我哋嘅客户享受到最好嘅服務。